在国内拥有一群死忠粉丝的美国印第安机车，今年2023大会师活动移师到宜兰凯度大饭店举行，吸引许多车友共襄盛举。近400辆充满浓浓美式肌肉感的大型重机齐聚一堂，还有自由骑士主动结伴前来同乐，让许多重机车迷大呼过瘾。以生产大排量背型双气缸发动机的机车而闻名的印第安机车公司，生产的著名机车型号包括 Scouts、Chief、Chieftain 和 Roadmaster 等。许多车迷会将印第安和哈雷拿来比较。资深车友指出，哈雷和印第安都是典型的美式巡航车型，也是目前仅有的两家专门生产美式巡航车的品牌。但尽管都是美式巡航，但是风格和特点又大相径庭。相较起来，印第安更注重骑手的体验感，操控和舒适性都更好。精致讲究，在重机车界拥有很多死忠的爱好者。